彩棠，彩棠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头好晕。彩棠，彩棠，可能这几天治疗对他来说有点累了，要不你先让他在这边，我帮你看一下吧。不舒服的话就回去休息吧。 我们，彩棠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说的一切都不是真的。比如说，你根本没有那么爱我。这话也太好笑了吧？那你告诉我，三年前车祸之后，你为什么没去找我？我当年断了七根肋骨，脾脏破裂，昏迷了整整一个月。等我醒来，就听说他们已经把你。 把你和孩子火化了，我都不知道你还活着。你离开的第一年，坚持不下去了，我想去找你，还是被他们救活了。